大家好，我是蔡徐坤。过年一定是要一家人团圆，跟老人家们在过年的时候有机会相聚嘛。今年是自己在上面表演，家人们是在电视机前守候的，觉得还蛮不一样的，是一个转变。辛苦了，谢谢。我个人一直都很喜欢我们中国的这样扇子啊、水墨画呀、长衫这样的服饰，然后之前也没来得及尝试，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能穿上，我不知道这种算不算一种小小的剧透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，恰得好啊，合家团圆，万事如意。